大家好，这个是我前两天发的东谷的独栋别墅。这个房子呢，四房三卫，3300尺，然后它的占地呢7800尺，它的车库是3个车位的。今天呢，正好过来看一下，拍个视频。整个房子呢，基本上屋况非常的好，而且呢，你看它这个大客厅非常的漂亮，一共呢在一楼是双客厅的，而在二楼呢还有一个客厅。一楼有一间房，二楼有3间房，所以一共是4间。这个车库呢，它是可以停3辆车的。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个房子呢，它是2004年建的，属于好学区的。它周围呢有那个 Eastville Gateway 那个大的商业中心，还有小的商业广场，并且离 Costco 还有它的未来的旧友大华都很近。另外呢，这个小区是没有 HOA 的，它的占地7800嘛，所以你看这个院子属于那种很宽的。目前呢，它是要87万，平均下来呢是263每尺。它旁边呢有这个15号的高速，然后你也可以上60号，所以去到哪里都可以。这个是二楼的照片，我没有拍视频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图。更多的问题呢，可以单独问我，谢谢。